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明雄雄哥，来，个人来挑战，连续三次，看能不能成功啊、哦、！L 型，好，开始。一颗心，中杆，这个右手一定要放牢，一紧张哦，越想打好，越紧的话越控球会出问题。好，高杆左塞一颗心，柔一点的杆法，这样母球才会活。拉杆不要碰七号。拉杆，中杆，哎，我刚没摆好，哎，这九号球有点好，推杆下一点点的右塞，中杆一颗心，一点右塞，高杆也没关系。中杆用力，中杆用力，下一点右塞哦，把距离拉远，角度好一点没关系。有些球距离远，角度要好。OK， 好，第一次。注意摆的时候不要互咬哦，互咬就麻烦了，因为打到后面哦，就是自己没摆好。刚刚我那个九号就没摆好，不够小心哦。哎，啊，这边有时候会卡住哎，会掉出来，奇怪。十一。好，稍微调一下哦，不要互咬到。我刚刚就有点互咬到了，有点小麻烦，还好没有影响。尤其八号球附近的地方要小心。好，第二次挑战。来，第二次挑战，直球拉杆一颗心。哎呀，不要弹太多，弹太多很讨厌。好，左塞，很柔。哎呦，好危险啊！这个敲到就没了啊、哦！高杆左塞，六七的时候要注意啊，有时候往往力量不够，直接拉，直接小拉点一下。九号又没有摆好。这球太轻了，给自己找麻烦。这种球要用力，宁可用力，用力还好处理。好，推杆走两颗星。所以刚刚十二做十三就犯了严重的失误啊，还好。左塞 ，OK， 两次，第三次，好好加油。
一样摆的时候，先从八号开始摆啊。那这边是大数字先摆，摆好很重要。刚两次的九号都好像没有弄好，没有弄好就危险了。基本上都要都能过啊，自己要检查一下。OK， 来第三次，没有开冷气，这个地方没开啊、哦。好，一样一颗星。哎呦，我这杆法有点低耶，有点危险。拉杆左塞，给点面子，哎呦，这不够就完蛋了啊、哦！拉杆一颗星，好架杆的为原则，小拉。好，九号球，两颗星，接近直球，直接拉，一颗星。中杆右塞一颗星，好，右塞一颗星，带点小拉，好，最后第十五号，哎呦，耶，连续三次L 型挑战成功哦。那另外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，昨天我这个 L 型这个题目，特别是在晚上半夜一点半发的，那我想说，哎，大家这个一叫起来，看谁早上可以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结果没多久啊，这个 CHAO 哦，他就已经挑战成功了，而且连接了。那刚刚下午的时候有跟他这个 line， 后来才知道他不是赵老大的赵。因为都是 CHAO， 它是潮，就是有潮湿那个潮。那还记得台湾以前之前有那个防重广告有没有？哎，非常热心的小潮就是那个潮。那他年纪比我小，所以我就叫小潮。那后来才知道说他真的是早期的鸟有虫吃哦，因为他现在旅居在西雅图，那刚完成学业，现在准备在西雅图定居工作啊，然后非常这个热心啊，非常。热忱的一个年轻人，那他就早上挑战成功，在这边恭喜他。那我明天会到邮局去这个寄这个我们的马克杯，但是可能水饺就不行了啊，因为这个食物嘛哦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这个非常感谢在太平洋彼岸的小潮，哎，也是这个闲暇之余也是非常热爱我们的撞球。那也预祝他啊，在这个西雅图，在美国生活、工作，一切都顺利平安。好，再次恭喜小潮，那今天挑战成功哦。那哎，也希望大家哎，没事的时候也可以来练练 L 型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熊哥撞球教室三连发 L 型，一样，疫情有点小紧张，大家保重平安。